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我是日本人。我们来介绍日本人喜欢的台场景点十选。台场也有很多体验玩乐的设施，比如说东京就像鹿人蜡像馆，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的日本科学未来馆。小朋友最喜欢的 Legoland， 这边是 Joy Police， 是一个室内大型游乐场。这边有很多主题的游乐设施哦。像有很多购物的地方，像我后面的 Dex， 这是另一个大型商场 Aqua City， 这边是 Daiba City， 年轻人很喜欢逛的地方。这里是 Venus Sport 购物中心，里面的设计相当特殊。这边是台场的海滨沙滩，东京都唯一的沙滩。在我身后方还有彩虹桥哦。利用搭船看一下海上风景是来往台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哦。这个船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位置可以坐哦，里面有种超高级像卡拉 OK 的位置哎。这边的方向是东京，往这边的方向是台场。往来台场除了搭刚的船以外，也可以搭百合海鸥号看风景哦。这边是大丈夫温泉，在台场逛街逛累的人可以来这边泡汤。那我就泡汤喽。这边有凌晨发车的巴士到成田以及羽田机场。这里还有狗狗可以泡的汤哎。台场的钢弹真是帅爆啦！这边是台场知名的彩虹桥，有开放时间可以在上面散步哦。夜景跟夕阳很漂亮哦。台场有各式各样的餐厅可以选择。我们现在来这里吃早餐。这里有很多咖啡厅哦。台场有很多可以看夜景的餐厅哦。我现在到了可以看到台场无敌夜景的公馆厅。牛肉饭披萨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在 Venus Sport 里面的 Mega Web 是一个怀旧的汽车博物馆。我觉得这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爱护汽车人来这边就会疯掉，超好玩的。我身后方是台场最漂亮的摩天轮。这边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，可以看到东京每年的夜景哦。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台场十大特色景点。我是小慧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